好累哦，又不想开火煮饭，不如来泡泡面好了。喂，哇，好喝。我跟你们介绍一下，台北有什么？红叶蛋糕。对啊。台东有什么？红叶温泉。红叶烧就在上面。对啊，超棒的。可惜耶，可惜耶，他们都是泡这个温泉在棒球。我们太凹豆咖了吧？对，他们就是泡这个温泉在才。我怎么觉得我很像回到上一季？我们要来演戏录影。我们现在是录影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洗洗脚就好了，先放旁边好了。这里可以吗？所以它真的是温泉，我去试试看。骗人，不可能！来，为大家，我先来。怎么可能会温？哎，有没有你先下去？勇士先下去。那个洞口的是越热的。哦，有哎，这边是热的。有吗？真的吗？这边是热的。你看冒泡，为什么它在冒泡？为什么会冒泡？为什么要喷？等一下，爆发，爆发，我现在爆发，爆发！好不好？吃的豆干应该可以了吧？我饿了，受不了了。哎，我是不是要拿毛巾？对不对？擦一下。还用连元哥的衣服擦。就是你们，我懒得上去。不能污染。好香哦！它真的有加热的耶，好吃哎！哦，热的耶。可以，吃了就加热。我是红叶烧棒队。好吃哎，真的。嗯，好吃。我觉得大家应该肚子饿了，我有准备泡面，我等一下就弄下来给大家吃。郭雪芙，你到底煮好了没有？好了好了，来了来了。好了吗？这样等一下。对啊。江江。谢谢。来，小香小香。哇，这个面也太夸张了吧！还有干辣椒跟花生角。而且你怎么煮这么快？是？没有，这四分半就好了。四分半就好。我觉得我要吃，一个是干的，一个是是汤的。哦，是干的，比较四分半。没有，加煮四分半就好，只要四分半。那你的筷子，这个辣很温和，它不会，它不会很麻，不会太过麻。哇塞，好吃吧？好好吃哦，如何？汤的，清酥的嘛。好，我先吃一口，先吃一口，好吃好吃。哦，它青菜也很多哎。好吃，吃吃吃，真的好吃。这个面，干的很好吃。对，而且它里面有大片蔬菜，你有看到吗？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对，我也喜欢这个干的。嗯，差很多。哎，现在这种面真的做好好。对啊，真的很厉害。谁有赞？你看，你吃吃看，这个有，非常厉害。嗯，非常厉害。哦，这方面可以。可以吧？可以吧？通常这种露营啊，或者是干嘛都觉得泡面特别好吃。对啊。Yeah， 还是雪芙泡的。哎，是这样，是原因吗？明就一整团就雪芙雪芙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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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不会这么盲目的。对啊。不会这么盲目的。我觉得就跟现煮的一样，很 Q 哎，很好吃。把它吃完了哦。吃啊，你吃掉，你吃掉。